剧集同盟又食庆功饭啦，不过今次由爆姐找数，因为早前爆姐忙于拍电影，未有机会慰劳台前幕后一班战友。正好剧集早前在新加坡颁奖礼获得最佳剧集奖，大家趁机聚一聚。好挂住佢哋啊！真系，因为我去咗台湾做嘢几个月啦，系啊，咁我啊抌低佢哋，咁啊同盟成个喺做嘅过程里边，真系靠晒佢哋宣传啊！我心里边好过意唔去啊，系啊，挂住佢哋挂到瘦晒咧，好好瘦啊！我怀疑佢唔知系咪嚟紧要性感演出啦，好嘛？系咪要着 bikini 啊？系咪啊？梗唔系。着 bikini 以前咧就听人哋讲唔入 TVB 唔知道要减肥，咁而家入咗啦，知道啦。之前新加坡就已经横扫咗五个奖啦，会唔会马拉都觉得会可以再下一城咧？有冇信心阿妈？系啊，你会唔会嚟同我哋一齐啊？嚟支持你哋。詹平同山聪承诺喺嚟紧嘅马来西亚颁奖礼，如果有好成绩就会爆机找数。女子组代表胡定欣同姚子玲系咪共同进退先？女仔梗系揾姚子玲啦，又系要睇嘅。哦、oh, ，yeah， 其实胡定欣都有嘅。Oh, yeah. 不得不提咧，其实我哋咧喺澳洲咧都留过下倩影嘅，有好多姚子玲一啲好性感嘅泳衣字，胡杏系攞粗刀噶。咁如果大家想睇咧，就记得快啲投票啦！起身你啊！你有冇问过我啊？冇，唔需要，啲相系我拥有嘅。